今天13时至15时，鲁西北、鲁中和半岛北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，并伴有6至7级雷雨大风。其中，济南有3个监测站点降水超过50毫米，达到暴雨级别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，鲁西北、鲁中和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，降雨时阵风7到9级。